家的鸟，发挥你们爱心，发挥你们无比爱心往后退。没关系，他不要，他不要。咱知道白沙妈哦，这几天已经过咱婚姻关，啊，为从开始，咱的教职员工就开始问讲，咱白沙妈，咱从创校25年以来，唔捌来教恁咱的吼，婚姻特教学校。不过因为咱三个月之前就决定3月22号是咱全校学生啊要出去校外教学，啊，足惊，怕做无人来，不过咱在校外教学。哎，咱妈祖婆讲，大家拢有安尼担心。今日大家吼，踮校外教学的时阵，拢看手机啊，咱的白沙群吼，妈祖婆的动向频道。啊，大家拢相信讲，妈祖婆就是等人吼。啊，有诶感觉紧张，咱头拄啊要落交流道嘛是塞车吼，我嘛是甲大家讲，咱就是相信妈祖婆吼。啊，结果咱妈祖婆就是上天的囡仔，妈祖婆都转向过来，而且还住驾在我们学校吼。我们的教职员工跟还有学生非常感动吼，希望妈祖婆能保佑我们的学生每个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长大。然后我们教职员工在这边服务学生，每个人工作都很顺遂，然后身体都能安康。